面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来学习史拉迪课的第三课，是在第一大课里面的第三小课。那么之前我们有讲到第一课和第二课分别都有一些注意的点，第三课呢，我觉得难度直接升级了不少。然后它具体体现在哪方面呢？如果大家需要一起往下学习、一起练习，请大家在自己确保一和二熟练掌握了的这个前提下，跟我们一起开启新的篇章吧。好，我们来说这个第三课，大家跟我一起翻开乐谱。第三课呢，我们看它还是分上下两行，我们就只看第一个小节。它的第一小节的上面那一行怎么写的？一个分，一个连，一个分，然后又一个分，一个连，一个分。哦，由此我们可能可以判断，分。连分，它可以是定位是一组，所以它就在持续做这个动作。它音是什么 ？ri ri ri ri， 注意我唱 r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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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， 所以它拉起来的时候应该是这种感觉。好，那联系到下一组。所以它是。走，连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记得，哪怕快了，它也是有一个噔刹住，噔噔，是刹住，走，刹住，所以大家快一点啦。上面的这一行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大家要经过反复的练习，让自己怎么样练它都不会乱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下面的这一组，大家看这个下面的功法，三个分，一个连往下，对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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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所以它听起来应该是就是一个跟上面基本上只是错开了一拍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个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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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正一反在这个连线上面，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。我简单慢一点给大家拉一下，让大家听一下什么感觉。所以太快了之后就更加乱了。的时候一定记得它是三个的，所以说它跟其他的双数不一样，它一定是在连弓的位置，一定是一个正一个反。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，多多小心，因为这一课比前面的那两个练习已经难上了一个阶段了。然后在练习好了这个第三课的同时，也请大家注意巩固前面的。好，那第三个功法就是这样了。